只要你分享这部影片，就是在散播满满的爱哦。想吃爱心妈妈们的粽子吗？馅料丰富，荤素都有。太刚好，爱黑美森今天来到莲香自强服务协会哦。他们成立于民国83年，是一群台中在地帮助可爱小天使们的团体。在这里，他们可以学习生活技能，让这些孩子能够有温暖成长的地方。精彩的太鼓表演，他们的真诚跟认真的态度哦，让那节奏深深刻在我心中哦。莲心协会每天都会安排不同的学习课程，让他们能在游戏中找到自信，培养兴趣。这些表演还有他们做的作品也都有义卖，让他们能够靠自己的双手回馈社会。小小的力量就是对他们最大的爱哦。莲心最厉害的就是他们的粽子。今天梅森也向各位爱心妈妈学习，也许你们会吃到我包的哦。荤素都有，馅料都是新鲜现做，而且塞好塞满哎。这些爱心妈妈也是利用时间来到莲心这个大家庭付出。梅森这次来到莲心自强服务协会，就是希望能够借由我这个小小的力量，分享给更多人看到，让他们能够感受到你们大大的温暖。莲心的妈妈们和里头的工作伙伴，每一位都超可爱又很有耐心，也是因为他们让莲心的孩子们能够快乐的舞蹈，打出更有自信的节奏。